那叫你们上，大村委会都去，变成大人会越来越高兴，越来越强大。我等我炮兵，等我步兵，等我机枪手，也这边。就能卸到身上啊！现在是主要是防止死信不着人啊，死你信不着地头，你信不着行上脚上，都是咱父子。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咱死不着谁，我这反鬼一看都知道，他行上脚上，他家是人员，他是记者行。这个咱俩死给你们打仗啊，嗯，我要死，你们家咱们写消息都是我真忙死。有你就交代我交代你互相交代一下，但上去都不让他回来。抗美援朝的人打死过美国人没有？打死过，美国人打死过。啊，那里前天是不多的枪炸弹，就简单说的，三线兵一线，这个从全国最中心，中心这个目标敲窟窿，两岸。左岸比右岸增，从全国最准行，叫最准以后就开始激发，不是人家撑得起，不，我说那种全国人不中，撑得起，左岸比右岸增，全国最准行，对不吧？砰，都是。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，海海相干，我的眼睛看着去，谁敢发动战争？战争打上不留情。这个是啥歌唱的？我是一个平民，来自老百姓。哦，鸭绿江从九曲横横跨过鸭绿江，这我兵围着我就是保家乡。我是一个平，来自老百姓，哎哎，情感我的眼睛看得清，谁敢发动战争？战争打上不留情。唱的有韵子，有韵。我当然也都啊。正常是压哈，不会忘。当兵的叫好兵，下兵的不当当。